女生网购保养品，现场弥漫粉红泡泡。女性一年在网路上面买保养品会花到多少钱？有两位投一，因为我们觉得。以保养品来说，大家女性可能还是会以实体通路为主，保养品的管道实在太方便，连那个便利超商都有在卖。比如你一年是花20000，你可能5000花在这边，15000是到实体店面，对，他两个解释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单纯配对成功。今晚9点，地球人请回答。